们勾着再一下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最后阶段的，他会有汤姆做的时间，从左到右，最后五秒钟哦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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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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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。那个手的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谢谢，辛苦我们的美女朋友们的正中间，来看一下哈，好，来，请看这边，左边，你左边。来，王子下面这边。好，有没有很像那个王子王妃朱群哈？来这边。大家都非常关心两位的近况，男生先来好了。好，我最近呢，刚从伦敦回来，我去拍摄我的写真集跟我要出新歌的 MV， 然后呢非常开心，然后也最近要准备进了剧组拍新戏。哦哟，恭喜恭喜，对不对？我开心，充宝店回来再冲刺啊 ！OK OK， 是不是？来，妮妮呢？最近在拍摄新戏，一直都在拍摄戏，然后已经拍了半年，是还在拍。对，我上次跟他见面就是我去看他办，是不是超有义气？那我再去看你办，可以说好了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好不好？多远都要去哦，上次在伦敦哦。要记得带那个要带 Chandra BB 来探班。哦，对啊，这个非常需要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这个2019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？计划？新的规划，我应该就是出我人生的一个圆梦计划，就是写成书。是。然后呢，希望呢我的新戏可以拍摄的很顺利。然后，因为这一次是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角色，也不一样的题材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很期待，而且拍写真书，我觉得每年特调就很厉害，一定要每天服用我们的美人饮。没错，好，蜂王皮肤真的是超好的。是，那妮妮呢？我现在就是因为已经拍摄了快半年，那希望之后的一个月，戏就可以拍得顺利。那之后希望也可以接到喜欢的作品。对，希望这个梦想都实现，好不好？对。但是呢，在这么紧凑的计划之前，今天3月9号、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是吗？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今天是一个可爱的女生的生日。对，今天是那个简廷瑞生日嘛。刚好你啊，同一天啊，同一天，快乐同日生，是不是？今天是欧阳妮。都没有，因为也不知道剧组什么时候有假，刚好今天这个工作让我请假，可以出来过。所以等一下工作结束就可以好好庆祝了。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多人帮我过生日，怎么听起来有点凄凉啊？谢谢各位摄影大哥，谢谢各位摄影大哥，非常的开心。